紧接着，艾米和小黄又会为观众带来什么样的灵学体验呢？而且他很奇怪，他的门怎么都只破一个这样子的。啊，怎样？没有，木板掉下来，那天花板的隔音板掉下来。对不起，不好意思哦，让我看一下。叔叔打不开了。行，不行，门都锁起来了。行吗？我脚，哎，我出不去。这个，你脚弄到了。等一下，他脚弄到了啦！啊，快点，快点！哎，我这一次难道又是小黄自己因为重心不稳而跌出门外的吗？几度的意外让我们开始质疑，并不单纯的只是个巧合而已。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迫使小黄一再摔倒呢？会是另一个世界恶意的捉弄吗？始终徘徊在实验室里的亡灵，不可思议的在镜头底下出现了。请再仔细的看一次这个画面， DB8 瞬间拍摄到的白色影子会是什么呢？就第一把架设好了，然后是在那个就是他们这个研究室里面，就是当初那个团，就是他们的那个研究团队啊，因为吸进太多的那个好像是化学的那种东西，然后甚至好像里面还有一些辐射的成分，所以他们没想到这个团队竟然在里面都双双的就是往生了。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实验室，不过因为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这实验室灵动很大，因为那周围仿佛是有一些东西一直在跑，一直在跑，就是很多人的感觉。所以我们在那加这个 DB8， 然后看到这个黑黑的是黑板吧？嗯嗯，刚才这里没有看到。不是为什么亮亮的？就是它的百叶窗明亮亮的。实验室里的鬼魅是否真如传闻会不时的在这里穿梭活动呢？我们静待空警感应的结果，也请观众朋友一起仔细观察。嗯啊，怎么这样？百叶窗都被人拉起来了，百叶窗被拉起来了，怎么可能？这是二楼哎，你看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对面，就是窗户外面哎。等一下，那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动了？瓶子？我觉得他们还在上面做实验，他们还在上面做实验。刚刚上。快点快点！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觉得他好像是拿了那个管子，然后要做实验的感觉。对不起。DB8 拍到了什么惊人的灵动变化呢？让我们逐一检查影片内容，也请各位眼尖的观众一起来发掘。真的是死亡的研究团队还在使用实验室吗？我们将放大影片中所有灵动部分，并请各位仔细观察。首先，请注意百叶窗。接着是桌面上的异常移动。化学药剂的瓶子竟然腾空而起，甚至转向了。这难道不是冥界的力量吗？意识到了，我们工作人员一直在咳嗽啊，现在大家觉得也许是地下室空气不流通，现场人员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反应。更令人意外的事件也即将发生。因为我现在讲话其实有点讲不太出来，我的喉咙好干哦，我喉咙是好像吸进太多的东西。干嘛了？怎样是？怎样啊？怎样啊？小翔，你怎样？我不知道这么热热这样子流血。哎呀，你怎么流血啦？有没有面子啊？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快点快点，你头往上。好多好多。
会不会痛？会不会痛？好不了了，头抬上。那怎么办？怎么办？你们继续搜寻吗？他们可以吗？可以吗？他，我听到。这样，没有，我是想吐。继工作人员的意外后，艾米也因为咳嗽觉得胸口疼痛，甚至觉得反胃想吐。接连身体不适的状况会是什么样的警讯呢？会不会是这里面空气的问题呀？为什么会有血？牙齿啊，怎么办？喝水啊，去拿水。怎么办？我好难过。来，不要，怎么办？怎么办啊？来，拿点水，啊！你现在觉得怎样？是为什么会流血？我不知道。没有，不会痛啊。我一直很想吐。不是这样，他刚刚就 Amy 这种刚刚一直很不舒服，到现在。等一下。我天哪，我脚一直在抖。赶快先离开。好稳。是现在去医院啊？不要录了，那个哦，上送医，赶快！啊，你这也快不行了啦！赶快！哎呀，夜探化学工厂的鬼话外景队为什么会遭受到如此不寻常的状况呢？制作人沿路喊卡，急忙让所有人员撤退到临近医院就诊，这是如何引起的呢？由于此次意外非同小可，制作人还特别请教过急诊室的医师，说应该是我们吸入或接触过量的化学有毒物质才引发这一连串惊险状况。基于安全起见，现场每位人员都注射了解毒剂，也都经由医师确认安全无虞后才离开。啊，天哪，不好意思，你看我没闻到那种很就是那个香的味道，上面那个符掉下来的啦，怎么会这样被扯下来的？你看，我们继续请他一下好了。可是上面它有……观众朋友，您一定还记得梁柱上所贴的符咒吧？让我们来比对之前的画面，被扯下的符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意念？是证明了此地的灵界力量，还是将带来更重大的危机呢？有这么忙，我们走进去看看好了。而且其实啊，附近的邻居啊，就在讲说他们这边后来有请法师来看啊，因为爸爸暴毙了，后来那个阿瑟还是什么也是过世，莫名其妙过世，小朋友高烧又不对，就妈妈。而且经过那个，即使经过高人指点，古座内的神秘力量仍形成了一种特殊结界。难道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能破解吗？对，很奇怪的东西，不知道是因为求名牌带进来什么怪东西。不要！在小黄中断感应后，现场状况突然有了转变，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对吧？尖兵所遭遇的状况百出，还有哪些情形是您所意想不到的呢？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外景队这次远渡重洋到韩国，带您前去探访在韩国首屈一指的船屋饭店，视野绝佳的自然景观，紧邻交通便利的火车站，西北浪漫的南怡岛风光也辉煌多让，四季的风貌迥异，让您重温恋爱的酸甜苦辣。而雄伟富丽的景福宫建筑，勾起您对当年极尽奢华宫廷气派的想象。